各位阿官，台湾大家好。即个由我甲大家报告，即个咱台湾的过去、现况甲未来。要报告的，项目有即几项哦。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叫做阿明洲，台湾高雄州的人，1957年出世。 个人的感觉也真深刻吼，学历，经历，是，听得多多几个，哈哈哈哈，大家拢讲咧吼，但是一半。啥物叫做台湾民政府？因为即摆大家拢去捌台湾民政府，爱了解啥物叫做台湾民政府。 台湾政府呢，就是根据国际战争法院官正的规定，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政府者伫占领地区所设立的，是由被占领地区当地人民自行组成处理民事事务的政府，特别注意这是政府吼。根据美国宪法领土条款第4条第3项第1款规定，对。 因为因战争所得到的领土呢，因国会有权制定并且必要的法规甲章节，啊，为啥甲美国有关系哦？下面甲大家报告。啊，按台湾政府呢，是伫，由来是因为二抗抗辩议会成立，伫建国党台湾平民民主党、平民共和党台湾制衡联盟、联盟党，啊。 关闭联盟党以及法官会转会等，伫个国际战争法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规定下，伫台北联合成立，依法宣布，啊，2019年1月1日，美国的首都华盛顿DC设立代表办公室，所以2019年是台湾民政府按照国际法成立的创始年，这个台湾民政府的由来。 因为有经过破决，有修改关系，过了才成立。啊，台湾政府呢，是本土台湾人，啊，有必要来，啊，知影要安怎做，啊，啥物叫做本土台湾人？吼，根据台湾公民权利法第3条第1项第1款所指定的人，就是1945年9月7日，大日本帝国天皇签署投降书时。 伫大日本帝国治理的台湾设有复职，甲现今仍有复职的后代，啊，叫做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这个重要。啊，就表示讲咱台湾这个土地内底哦，毋是干那台湾人尔，佮有别种人外国人。哦，啊，这是台湾民政府伫2009年。 10月24日，由安林志先博士带了200万人去美国的首都华府，向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甲告上台湾国际电影甲台湾人权的保护的诉求，告美国政府，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由安台湾平民林志先博士带了200万人去告，这是当时2009年。 啊，即摆已经2018年啊，吼！啊，即若大家若要了解，会当咧网络啊拍这个案号入去，啊，就看会到内底的内容，各啥，个内容有。啊，安尼个根据就是几项吼，根据这美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联法、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 佮美国军事政府管哪怕台湾民政府参议所颁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啊，这几种法，啊，下面会甲大家一一来解说，报告吼。台湾问题原始点？台湾是讲台湾澎湖含周边列岛，自1954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台湾地区实施免治宪法。 予台湾人拥有参政权佮参政权。
为遐个时间点开始，遵照外国国法，台湾已经是变成日本天皇的领土。日本天皇不但有管辖权，嘛开始拥有台湾的主权。哦，这个叫大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啦。哦，台湾。啊，什么叫战争法？哦，战争法嘛叫做武装冲突法。伫咧1864年迄阵开始就有啊吼，因为迄阵定咧战争受迫，啊，迄阵定这个战争法，就是啊，要安怎烧战安怎吼，拢有一个这个规定吼。啊，啥物叫做国际法？国际法，嘛啊，国际，这个国际法就是讲主权国家国家国中间的法律吼，这个国际法。19世纪的时阵就有啊，吼、哦。啊，外国国法，啊，这嘛是19世纪，1863年迄阵，吼、哦，中治三年，京都的这个总使馆有存一本，吼、哦。中国嘛有，中国嘛有这個，这是册本，吼、哦。外国国法，啊，按台湾的真相。现在要跟大家报告就是真的跟假，大家要分别想看看过去跟现况、哦、为1950年、啊、做分别、哦、分两个阶段跟大家讲、哦、1951年进前跟1951年到现在的状况、哦、跟大家报告即马咱了解，1951年诶时阵，即、这个大日本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诶大部分诶东盟国诶成员签一个条约叫做《和平条约》，啊，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嘛，叫做《对日和平条约》。即、这个条约咧，伫1951年9月7日，伫美国诶旧金山战争纪念馆伫伊遐签诶。啊！1952年4月28日，啊，正式生效。生效了，到今拢无改过。吼、哦，这上重要就这个啦。吼、哦，48个国家签的，所以这个是国际法啦。吼、哦，国家中间的这个法律。啊，出席的签这个条约的国家就有这49个国家啦，包括日本啦。啊，有7章27条，哦，啊，出席签署国49个，啊，每一个国家国会批准的有46个国家，啊，到今拢无改过，所以这条约，啊，全世界拢承认的，哦，这改条了，啊，这内容就是这个吼，第一章讲和平的代志，战争状况结束了，承认日本的主权，第二章讲领土的问题。领土的问题，第二条领土放弃的一个二 A B， 啊，才有写讲日本放弃对台湾平和等岛屿的一切权利、名义甲要求。啊，伊讲放弃，但是无讲啊要交啥，拢无交代。哦，第三条就是信托统治的问题。啊，第四条讲财产的问题，领土财产，第四条的财产的第二 A B。伊只有写日本承认前述第二条的领土放弃，第三条就信托统治，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甲日本国民的财产处分的有效性，哦，只有一个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甲日本国民，当时的台湾平和属于日本，哦，这个更重要，这大家要清楚，哦，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到今啊对台湾都是。有管辖权就是安尼来，每一条吼。哎、哦，啊，剩诶吼，大家若想要了解，网络拍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入面，人有啊，伊有足侪版本诶，哦，日本诶、日文诶版、英语版诶、搁华文版诶拢有。第23条内底写，诶、欸，这个23条 A 里面，本条约诶签署国包括日本在内。应该经过国会批准，啊，本条自日本的批准文送到后，
以及包含作为主要占领宽国这个美国，美利坚和中国的这个国，啊，这样子主要占领全国。之下述多数批准国送达之后，对将对所有批准国家生效，包括澳洲、加拿大，啊，这这些啊。所以这个也已经讲啊，已经批准啊，就生效啊。啊，有46个国家国会批准，所以上少有46个国家拢知影这个代志。啊，批准国有46个国家，就是这46个国家啊。啊，亚洲有12个国家，太阳左右2个国家，非洲有5个国家，欧洲有6个国家，北美洲有2个国家，中美洲啊有8，啊，11个，南美洲呢有8，啊无批准的有3个，反对的有3个，无出席的3个，啊，这是总共。啊，参数够遮济，所以呢，迄旧金山和平条，你若讲日本放弃啊，美国嘛还剩，美国放弃，加拿大嘛还剩，哦，所以这走袂去。啊，了呢，中华民国迄阵甲日本国的和平条，伊嘛有签，啊，这个和平条叫做《中日和平条约》，哦，嘛叫做《台北合约》。哦，这就是中华民国甲日本结束两国中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中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啊，伫当时签的呢，就是1952年4月28号，这个旧金山生效了，哎，的时间点伫台北宾馆签的，当年的8月7号是讲换文生效。哦，啊，内底写啥呢？才有写，双方承认日本已经伫旧金山和平条放弃对台湾地方以及南沙、西沙一切权利、啊名义甲要求。啊，日本伊已经放弃1941年12月7号以来中国一切特殊的权利甲利益。双方表示将开始经济方面的友好合作。啊。尽速修订两国的贸易、行业、渔业和其他商务关系。啊，了呢，伫1972年9月29日，日本和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断交了呢，这个台北合约嘛是无效啊，哦，所以即嘛，中华民国甲日本无共断交的啊，哦，这伫1972年发生的啊，哦，所以这个嘛是无效啊。啊，这内底呢，又就写到这个。当时中国的一切特殊权利甲利益，日本已经放弃啊吼。啊，再来安尼了解，这个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的诏书啊，这个重要。这内底这拢日文写的，这是原著。啊，伊写啥呢？写这当时咧，伊皇天皇感觉朝鲜甲台湾。在他统治之下，固然也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台湾组一个军，叫做台湾军，啊，对大日本的奉献一样，啊，很勇敢，啊嘛，为大日本战死39,100名，啊，这个现在真够神圣，这个恭奉的这个阿公者，这个台湾人，啊嘛有。予咱台湾的住民加入大日本帝国的议会，伊做参众议员。当时有3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吼，哦，即落1945年4月7日，咱有人伫大日本帝国做议员，吼，哦，所以迄，那个即，這个天皇的诏书，到今人还佫承认伊是有效性的。只是伊即摆权力用，伊用美国啊，甲限制着。啊，咱台湾有发生战争无？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就是战局。哦，当时的1945年5月31日，台湾的总督府被美军的这个炸弹牵着，哦，轰炸。
哦，这是当时的状况。人有甲翕相，甲留来，留到今，伫网络拢找无，啊，伫写着。哦，啊，即摆这是恢，尾下要恢复的，即摆中东部吼，港口嘛有美军的轰炸炸弹，啊，伊个天吼，即这样讲吼，遮民间的徛家嘛有去，哦，美军甲轰炸弹轰入。伫1945年3月14日，美军对高雄的轰炸，即盐田堡的所在。啊，遮是左营、油库、吼、桃仔园个所在。迄阵个地名叫桃仔园，啊，就是即摆左营。1945年7月17日个时阵，吼、啊，啊，1945年个8月17日，到8月19日，啊，美国建立个原子弹，啊，原子大弹，伫日本个广岛甲长崎，啊，死了45,000人。所以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啊，透过这心机放下，无条件投降，啊，这时间点要记个，1945年8月15日。所以每年的8月15日就是日本的欧盟因为情人节，爱就是咧纪念这个代志，吼，到今逐年拢是，啊，过来咧，一般每年第一号。因为大日本已经投降啊，所以当时的美国的总统叫做杜鲁门，哦，签一个一般命令以后，让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来发布。在1945年9月12日发布，啊，发布内底内容只是讲日本国伫中国满洲部啊，过来台湾以及北纬12度以北。发射中南半岛的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切的陆上、海上、航空甲补助部队，必须要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啊，这当时伊是一个将军啊，蒋介石。啊，这就是美国的命令。了呢，蒋介石就奉命了，派兵归来台湾。啊。伫台湾迄阵啊，日本军呢，向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军事命令，向代表中华民国蒋介石元帅投降。啊，刚这个投降的典礼伫这个1945年10月2号日，伫台北的光华堂来举行。啊，啊，人尾啊人讲，这个时间点呢，1945年到1952年的台湾，是国际法上法律地位未定的军事占领地。哦，这个时阵还阁是咧互签的，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还袂签的，所以1945年天皇宣布了投降了，到1952年这个中间，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是法律地位未定的军事占领地，还阁军啊伫的，只是日本军当赢，啊，这个中国军啊，就介只带军来啊。哦，这个状况是安尼。哦，按即马来甲回想讲，啊，大日本迄阵伫1895年到1945年啊，对台湾的贡献有啥物方面呢？大概有即款啊，遮侪方面哦。会恁甲大家报告下吼。尤其是伫即个学者甲佛教普查的即个方面，做了足彻底啊，做甲足水亏。啊，即摆这物件拢我挃个，这就是复制，因为当时还无电脑，哦，那按嘛袂写，留存到顶个吼。啊，台湾当时个人口呢，因做过普查，伫1905年个时阵，全台湾只不过312,300人，哦，啊，真正是台湾人有300万人啊。啊，日本人迄边搬来遮住个。走了6万人，啊，这个外国人，就是讲中国人、越南人，只不过才8,000多人，哦，这是1905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尾仔时，1943年统计，当时台湾的总人口已经有628,000人，哦，啊，本岛人，正港本岛台湾人有613万人，
啊，日本来遮个甲朝鲜来，差不多将近40,000人尔。啊，外国人呢，就讲中国人，只不过5,000外人尔。哦，迄个当时的统计数据是足正确个哦，所以大家爱了解。即、这个外国人、中国人甲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差足济，当时，哦，差足济。哦，所以1895年到1945年呢，大日本呢当时派来台湾的第一任的即个总督叫做华山书记。啊，迄阵日本的首相叫伊藤博文。华山书记伫1895年6月7日，率军队为家人登陆。哦，了呢，向西到即摆总统府遐，了呢，准备要向南。伫7月7日要向南，伊拍电话甲首相讲，哦，到新竹个时阵，啊，拄到即个土匪，自称是移民，哦，啊，沿路咧破坏铁路甲电线，妨碍日军个南进。伊咪讲要较早会当去到高雄嘛、台南这个所在。啊，即所土匪咧，土匪，因感觉即无可能是中国个败兵，诶，是当地个协反。啊，涉犯的意思就是讲白目族，哦，当时日本人调查较足清楚，哦，毋是中国人，哦，就是按本土台湾人在地，哦，白目族，那即马安尼名咧想着遐，遐原住民的客家人，咱讲的客家人，其实按毋是客家人，哦，伊阵当时拢叫做索番啦，哦，日本时代无闽南人客家人，哦，伊阵无。啊，尾也是中国来了，安安那学袂有人诶，阮袂记哩，安家己是，白虎族，哦，也是高山族，是名称要改，迄是尾下个代志。哦，过来看者，1906年诶时阵，咱日本诶时阵，因着对因迄个日本迄边遐牵即个海底电缆，海底电缆。来牵来到咱台湾，哦，海底电缆，通信交通部门，即拢日本以前就创，哦，就已经牵好了，哦，啊，佮甲公司搬来台湾设，株式会社就是日本的公司啦，哦，当时有日本的长隆公司来台湾，哦，因为长隆，当时的台湾长隆厂足济，会做长隆碗。啊，这就是当时的工厂吼。啊，这是尾啊，啊，佮经征收了的这个长老精神的工厂。啊，因的这个建设也吼足结实的吼，砖啊，厚度啦吼，厚度、宽度啊，足结实的，到今仔佮伫的吼。过来，糖业就是正工厂。日本人伫台湾种甘蔗，种足济足济吼，所以糖厂足济囝仔有诶搁伫诶吼。即个当时大日本伫台湾起诶，即个好卖诶，即个糖厂。了呢，有人做统计吼，台湾诶糖业，吼，伫17世纪诶荷兰来统计诶时阵就有啊啦。啊，但是日本入来诶时阵吼，伫1939年统计。糖有140,000外公吨，啊，会当外销吼。啊，当时啊，有几啊间这个糖厂吼。1960年的时候，是用糖出口，已经14,000已经落减，因为呐，因已经战败离开啊啦。啊，换中华民国来，这日本政府来了，有一阵啊有恢复。1977年，啊了后到2020年呢，台湾的糖厂台糖剩要好卖南靖、善化三间尔，小港啊搁有小港电厂咧运转，哦，啊南靖伫2009年停止制糖，所以即马台湾的糖计侪拢是进口的，啊无出口的，哦，即当时的画一幅图，哦。有熟的所在，拢有正常食，啊。
规个台湾差不多有三分之拢种甘蔗，平地所在会当种甘蔗，所在拢种甘蔗。过来盐，这盐盐的产量啊，一年有差不多53万公吨，啊，所以起码还阁有所在地名叫做盐田啦、盐田埔啦，吼，这个都是好的地名，安怎来的吼？啊，即卖呢，盐嘛无介济通啊会当出口，靠进口。当时咱有当出口吼，日本伫咧台湾50年中间，啊天气热吼，鱼池足济吼，啊游泳池鱼池啊，互人洗浴用诶吼。港口吼，基隆港1935年诶时阵来基隆港，就已经大船入港，会当运物件外销吼。金蕉运外销，当时诶金蕉台湾嘛足济吼。基隆港的状况，大船的咱入港、靠港、高雄港、港湾的建设，日本的时阵，替台湾做了，到今啊，佫维持佮足好，这个江边的公路，再来是，1949年统计，台湾的商港的分布图。北甲南嘛，足济所在拢已经创好啊，建设好啊。即香港对台湾的即进出口，台湾的发展真有帮助。1949，邮便局，家人的邮便局，日本时代起，就已经起甲，起足好个，到即呾伫个邮便局。这个火车头，1909年日本的家人的火车头，的状况。即卖总统府，就以前日本时代的总督府，伫1919年完成，的状况当时，甲真拢无啥变，维持啊足好。过来新竹火车头，1913年完成，到现在毕业吼。新竹的这个市政府，嘛还毕业，街头啊，街头，日本时代大力推广欧洲的建筑，罗马巴洛克式建筑，维持到今将近100年还毕业吼。台中酒厅，台中酒厅，办公厅，台中的火车头，新建1905年，啊，即卖几空，18年啊，都超过100年，这就是台中的火车头。台南酒厅，秘书的办公室，办公的所在，伫个，高雄的火车头。这是日本时代伫台湾最后一个完成的车头，1945年。啊，即卖已经改建了，甲原底即个火车头刷来伫边仔面吼，保存伫个，毋敢毁掉吼。即个高雄的市政府，以前叫做高雄郡政府吼，即卖改做历史博物馆。最近咧变了 AIT 40年回顾展。还佫伫个吼，迄就是高雄。过来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日本时代甲咱起好，1904年开始建，伫1912年完成，已经完成66.6公里啊，所以到今嘛100年啊。即流亡政府来了，只不过，建个4.5公里。即卖拢在做观光，早期是咧运木材啊吼，即卖做观光需要较侪啊。过来溪头的即个森林，溪头的林务区，即个种的即柳杉、银杏吼，1921年开。迄阵就种啊，所以日本时代，即卖台湾迄溪头、溪头，
度假是佚佗，感觉足好足好，所以这着爱了解。当时种遮济树仔是日本的时代，啊，种的，啊，对，1933年，啊，1934年，啊，啊去那个神木，当时调查神木，啊，伫1938年，啊，溪头的神木，当时对。对这个树林有差不多2000多年啊，所以台湾的早期啊，都有人住，树啊，我都遮来看啊。过来这个皇冠公路，皇冠公路啊，日本时代人挖足侪条啊，哈。机场的建设啊，北角人足侪机场，这拢都是日本人来台湾的时阵。所建的哈，过来，这个水库甲这个水圳哈，1939年的时阵，这个江南大圳是亚洲第一大的、世界第三大的这个这个水圳，会当灌溉整个江南平原。过来，水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日本的时阵去啊，参观。卫生下水道，啊，这嘛是当时对台湾贡献足大个，就这个人叫做巴田乙一，啊，巴田乙一，前一阵啊，伊这铜像吼，一个叫做李成龙个剁掉，啊，这个李成龙最近宣判判几年两个月嘛，就是这个代志，嗯，这对台湾贡献足大个，当时江南大圳之父就是这个五山头水库。嘉南水道、桃园大圳、伫月潭水力发电、德基水库、中温水库、嘉南平原的灌溉，对农业水利的需要贡献上大个即个人。哦，啊，足少年个台湾，伊当时是日本时阵个土木工程师吼，足少年个台湾，对台湾啊，足有一个感情。但是不幸伫1942年啊，菲律宾个邀请去伊个菲律宾领。伊看到一个水利问题，啊，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吼，含大日本战争嘛，啊，伊个船仔煞吼美国个鱼雷啊拍沉去，啊，全死，牺牲，啊，即五山头水库状况，过来台湾农业之父叫朱镕基，即嘛日本人。培养红来米做名，当时按台湾的米做名。抹山坪种水果，吼、哦，当时台湾的水果是外销日本足济，吼、哦，香蕉啦，啊，榴莲啦，往来啊，啊，柑仔嘛一堆啊，台湾的水果的啊，当时足济足济。教育方面去学堂啦，吼，教学生啦，啊，华文化教育啦，啊，这个状况，日本来在教台湾，有大部分唔捌字，慢慢变作捌字，啊，教育推广，过来台湾语言啦，会调查，会留记录，就是这个人，叫李小川上义。对台湾的语言的保存啊，贡献足大。卫生教育，哦，集体的洗水器，甲三宝接生，哦，就安尼个人口慢慢的愈来愈多，就是安尼来的。哦，台湾当时的人口起先300万人，尾啊600万人，加一倍以上，就是卫生教育。甲这医学方面的栽培，去病院台北病院吼，培养台湾人做医生，这是头一个啊培养出来，叫做杜聪明吼。上去京都帝国大学医摕到医学博士这个吼，尾后转来台湾了，建设伫台湾南部去这个高雄医学院，啊嘛捌做过。
台大的代理校长吼，真诶。哦，当时大一本诶时阵，台湾敢若一间大学尔，迄个大学叫做台北帝国大学，就是即卖台湾大学。哦，啊，你若看嘛，即卖规台湾百外间大学，啊，慢慢拢无，要无学生啊。所以日本时代本岛人就是石番含生番，石番就是平埔族，啊，生番就是高山族。番伫台青诶定义是外国人。哦，所以1895年日本啊，伫咧台湾诶时阵咧，沿用即个番，哦，后来改做平埔族、高山族。啊，刘洪坚入来了，才甲变做按即卖叫做啊，所以闽南人、客家人，这是尾啊转变。所以平埔族啊、高山族拢是日本诶方言呐，哦，都日本听落诶方言。当时呢，台湾有神社，这个神社伫这个台北中山桥哦，向燕山大饭店迄个所在哦，当时1930年诶状况是安尼哦，这个神社。啊，日本交予天皇，当时伫1923年4月份，捌来过台湾，啊嘛来巡视过神社，啊嘛行透透。台湾啊，为南到北到平湖，伊拢行透透。哦，这个日本天皇。哦，啊，即马即阵的这个天皇哦，伫明年4月30要落任，有可能会要来台湾哦，因为无迄个负担啊嘛，哦，一般日本天皇是坐位坐到翘去，啊，当换伊大汉后生食。但是即马即个天皇国家，伊提早要落去，交伊个大汉后生，啊，明年4月30，哦，所以足有可能落去了，伊会来台湾，因为毋免负迄个责任啊，啊，身体佫过了袂歹。这个是日本时代台湾神社，哦，台湾宜兰迄个所在。这个已经拍掉啊，去做燕山大饭店，迄个刘洪坚来起的，哦，啊，即卖足侪观光客拢来遮住，哦，迄个蒋宋美龄啊，迄阵做的，哦，啊，大日本伫台湾的时阵，伫昭和10年，伫1935年，伫草山，就是阳明山大块的所在，捌办过世界博览会，哦。哦，所以世界的人拢捌来过台湾，哦，这个证据嘛，哦。1935年，这哦，台湾历史上上大规模的博览会，哦，这人留落来，啊，交往的信，四十年，实证，我实证40年，1935年，因为1895年开始申请，哦。啊！日本伫台湾起了足侪新社，啊，尾啊，刘洪坚来毁掉，即摆佫慢慢已经要恢复啊，啊，这新社。这个是高雄的所在，这个万寿山迄个早期的新社的状况是怎安尼？啊，即摆已经拢毁掉了，啊，摆爱佫要恢复，啊，这是1920年的时阵，啊。打到新城，打到新城就是高雄的新城，伊迄个万寿山。啊，这是日本时代按这个石番平埔族的墓牌，当时的墓牌无通好啦吼。日本时代台湾人死了的墓牌一定是有日本名号。啊，国民党入来了呢，把日本人去日本化、去本土化，所以这墓牌名号拢要往毁掉了。所以顺便推销中国的族谱，所以按即卖年哈，有这个中国的堂号是当时中华民国国民党入来了创的，哦，早期是无这个堂号，所以有95%的台湾的人口，西方平埔族的墓牌是安尼吼，这个是叫日皇啊昭和年啊昭和，啊，佫看会到的，啊，无堂号啊。啊，这蒋介石时代的名言，啊，叫做所有墓牌拢爱白
黄明这两个字去除掉，顺便变成唐号，调过来唐号推销出，所以恁兜若族谱吼，迄个用黄明都几百创的，因为早期日本的时阵咧教台湾人，捌字的无济，了到开始，这是证明。文创家所在有这个碉堡，起到足结实的，到今拢还留无毁掉。这个都是第二次世界战大战的时候，人日本的人起的，军咧炮，这个炮塔，这有了还佫伫的，唔敢毁掉。红光东壁、红光河的所在，这个建筑，较侪个人就知啦吼。这有的拢还佫伫的，无毁掉。这个证明拢有发生过战争啊！这个是密保康的所在啊，是西雅湾的所在啊。这代表渔船作战指挥中心，桃园的甲板山关内密道最后是这个曾经有个作战指挥中心，即摆改做海洋奇珍馆啊，儿子黄豹。这拢还伫，尾仔有人做统计，洪光洞的数量吼非常多，北关山、中华北关山大佛的地嘛是，华莲的加山基地是台湾上大的洪光洞会当美化基的吼，过来过西雅湾通往中山台隧道的迷宫，这嘛是，这是洪光洞，大日本入来的状况，即摆来看大日本还袂入来进前是啥物人？就是晚清殖民地咧台湾的时阵，有212年，1683年到1895年，这个时阵的晚清，有官来，还佫有带人来殖民，所以对台湾建设的有建设的所在，就加人到新竹这条火条路100公里。维持到200万，慢慢创好个啦，毋是讲维持200万个。伊来建设台湾是只不过安尼尔啦。为虾米呢？因为当时满清呢，伊内地甲台湾有实施保甲制，限制所有福建、广东个老百姓来台湾。因为实施海禁，无要让人过台湾海峡，还过来台湾，实施海禁。你若要耍，要搬，爱登记，这个报较济。这个雍正两年，也是1724年迄阵，留落来建国的这个，要出去，爱有这报较济，有。爱报告，随时爱报名，换这个名牌，无咧掠着的来治罪的吼。这要来台湾根本是足困难，要偷渡来台湾是足困难。这日本人根据清朝留来的台湾报告制度的名牌，统计清朝老百姓伫台湾的人数，也只不过只有8000多人尔，一张是清朝1886年承德县的报价名牌，这个名牌。在1874年大清达解除堕台的禁令，21年后呢，1895年台湾就是日本时代啊，当时规个台湾州拢是受过大清伫台湾推广。民乐与儒学教育的习惯也是变无足个吼，佮佫用个足强硬个秘密清所统治个西番就是各山族，所以即个番就是大清所定义个外国人，所以连后尾大清帝国拢嘛敢称呼做番，所以番毋是即个骂人个意思，按怎来了解，番就是咱讲个外国人。人家拢做外国人，当时啦，
所以你有个翻，你是啥物翻啊？啥翻？其实无需要你生气，翻的意思是安尼来的，哦。1735年清朝的时候，法国一个耶稣会教士画一幅图，啊，显示台湾敢若是剩剩个西半部只尔，啊，东半部这边拢无画。伊的意思就是讲，台湾只有人尔啦，剩个拢无啦，拢无人管啦，哦，这是1735年清朝的认知，哦。啊，清朝正常是明朝的莫名的郑成功殖民治理台湾的时阵，迄个时阵，诶年号是1662年到1683年，20几年的中间，发展的所在就即马台湾的赤崁楼甲孔子庙迄搭，哦，就明朝迄阵。明朝正常就是荷兰西班牙重建治理台湾的时阵。差不多1624年到1662年，这个中间三四十年中间吼，发展的所在就是台北的淡水甲台南这个两人做成一搭吼。哦，所以台湾的荷兰、西班牙早期来台湾所使用的各国的这个人家吼，人讲叫做番银，番仔钱吼。所以台湾迄个时阵，就是国际贸易中心作为作富足的所在。啊，尾来清朝，把台湾当作反类，意思讲外国人来的所在。所以台湾不是一个蛮荒未开发，所以以前的改教育，台湾也化为自己的蛮荒未开发，其实不是，哦，这是跟台湾的教育区别的所在一部分。即个呢，1582年，当时的台湾的，这人家吼，咱就拍电台湾，福尔摩沙吼，一箍福尔摩沙。迄阵的船啊，拢竹排啊，无啦，即帆船，根本无像咱即摆的船啊，遮尔好看。啊，你若要经过台湾海峡，破浪，即有诶袂堪诶，拢沉去啊。所以这个台湾呢，为1624年以前，台湾是原始部落的时阵，1624年是荷兰占领台湾南部，1626年是西班牙殖民台湾北部，加上所在，1642年荷兰呢为南部去攻打西班牙，西班牙战输了退出，接着来1661年4月份到1662年，明朝末年的郑成功来攻打台湾这个。所在，这所在当时是荷兰的所在，哦，啊，荷兰战败，签18项投降，一个和平的合约，啊，郑成功佫实施这汉番分治，当时就是白话作家郭沫若有一个介绍，对郑成功来说，一条呢，1683年到1684年，满清和这个大日本战争的时候。煞建书了割地赔款，所以把台湾平和挂出来，挂出去给日本。哦，1683年到1894年这时阵是满清来治理台湾，来殖民治理台湾的时阵，所以荷兰迄阵就出去了。哦，郑成功战败就出去了，掠去了。所以晚清的时阵，台湾的状况，迄个图画安尼差不多吼，哦。所以1735年的法国啦，迄个耶稣会教师所画状况是差不多安尼。台湾迄阵的状况是安尼，无毋对，哦。你讲讲起先荷兰的时阵是为南部才开始，哦，啊，郑成功了慢慢佫较大一丝啊，啊。啊，满清的时阵就较快，啊，安尼慢慢看起，哦，有咧发展，啊，啊，你安尼来看，当时台湾有政府无？无政府嘛，哦，所以作事，即大家爱了解，台湾政府即摆在出事，台湾政府即摆在出事，啊，啊，台湾政府嘛安尼，啊，
所以一六二四年以前，台湾是原始部落的时阵，所以规个台湾啊，那敢若有酋长啊，有这个头目、头目啦，啊，啊酋长啊，就是安尼来，哦，每一个族拢有分布伫一个固定的所在，像这个台北台哥，啊，台达哥兰族。即卖凯达格兰大道在咧纪念这个凯达格兰族啦吼，伊人遐叫做哥玛兰族啊，啊华人啊泰鲁格族咯，啊阿美族，台东的槟榔族哦，桃务族啊雅美族，屏东的排湾族鲁凯族，高雄的马卡道族，台南的西拉雅哦，这个哦，安尼这个。昆林啊，中华洪雅族，啊，足地足。中华洪雅族啊。红。红哦。嗯，红雅族。洪雅族。啊，啊，有人唔知嘛吼？知。嘿，即个历史人尾调查，人发现讲，遮个人住个早期叫做洪雅族啊。你敢会感觉恁遐个人姓红足济？对。就是安尼。